来我们就有请这位再出发的梁艳玲，有请。谢谢我们的舞群。你好。你好，好久不见。欢迎，好久不见。是。刚刚这个歌是很有年代气息的，在90年代那个时候非常红哦，风靡一时。到现在今年是20年。哇，20年，我还珍藏着当年的磁带。真的啊？当年这首歌真是红到什么地步？大江南北，只要磁带店都在放吧。对，基本上都会唱，即便是少数不会唱的也会跳。标准动作是吧？那个手势是你专门设计过吗？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哈，我们歌手可能在港台那边，像人们就是希望观众能记住这首歌，所以呢就专门有这个舞蹈老师编排，标志性的动作。但是其实当时你们也没想到，后来那么多人会记住这个手势哈。可能因为是我做的也比较好看。再来一遍，我们来学一下好不好？对，好像是这样子的。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，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。哇哦！当时其实舞伴歌也不少，对，但是这个舞蹈跟歌词的内容贴合的这么紧密的，是不多。像雾像雨又像风了，对，这样我们通过大屏幕再看一下。这个手势是引领了一股边唱边跳，然后边做手势的这样一个风潮啊。对，要加深对于本尊歌曲的一些印象的话，手势是非常好的帮助。对，一个记号这样子。一个符号。一个符号。所以其实您也是一个符号，飞图当年的那个符号。哎。哦，说到飞图印象，他们都叫我叫卡拉 OK 皇后。我跟你说，不能去卡拉 OK 听。对啊。现在还可以看到，找到一些当年的版本，就反正不管是谁的歌，您都在里面。为什么？那个时候我在公司做制片跟统筹，那有时候导演开会，他需要找一些，因为拍这个东西是要有故事情节的，他有时候呢他需要这么一个形象的演员，但是我去帮他找的时候没找着，后来那个导演就说干脆你来吧。对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歌手，是，但是已经在很多 MV 当中出演女主角了，完了之后就慢慢就浮到前面来了。哎，你有没有拍过那些就是很多情节很简单的，比如说拿一个纱巾在海滩上走来走去的那种。我也见过。对，基本上我要肯饰演的话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。那就不是小制作。对，不是小制作，都会有一些情节。哎，有些情节要让我演戏的那种。是，对，还是比较正规的，有规模的 MV。 对，所以当年的飞图皇后今天来到这里，当然不能放过，还要有好歌送给大家。好的。而且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情长路更长。有请梁小姐。
那就让我们先听一听他的嗓音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海鸥停了展翅飞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阿爸停了快快回喽。茫茫的海滩，蓝蓝的海水，吹起了螺号，心里美耶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海鸥停了展翅飞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阿爸停了快快回喽。欢迎陈琳，你好，陈琳姐。这首歌太熟悉了，小螺号。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几岁？13岁。13岁，但是您在这之前是不是已经就成名了？我是6岁开始学习拉二胡。在我们河南地区，在洛阳地区，从小就上台表演。8岁的时候是个老演员了。对，经常上舞台，而且有个外号吧，哈，叫九岁红。九岁红是说当时年龄很小，但已经很红。我父母都是搞音乐的，我妈妈是演员，我爸爸是导演。我12岁到了海政歌舞团，有一位老师，傅林老师，小螺号就是他写给我的第一首歌。原来如此。对，当时这个磁带销量有多少呢？我记得每一盒我的袋子都超过100万。陈琳姐，您在小螺号这张专辑之前，您唱谁的歌比较多？我唱豫剧。我唱豫剧。唱豫剧。唱戏曲。要不要听一听好不好？要听。来，掌声欢迎一下。刘大哥说话理太偏，谁说女子像清闲，男子打仗到边关，女子纺织在家园，白天去种地，夜晚来纺棉，不分昼夜把活干。这女子们哪一点儿不如儿男？这一段是不是有一些改编啊？我觉得里面那个味儿。我觉得一开始啊，所有的人都是从模仿开始。是。但是作为一个艺术从事的演员工作者、一定要发挥自己的风格。是。我所有的曲子到我这儿来都得变。那我们这样，我们先感受一下二胡的魅力。二胡好。好吗？可以。来。好。合作二胡，可是我在中国
表演二胡的机会特别少，是因为大家一让我唱歌就是《熊猫咪咪小螺号》。我不是不喜欢这些歌，一首歌如果它有爱，它就有生命力，它就能打动人心。是，到现在为止，每一次我出去演出，大家都是强烈要求要唱《熊猫咪咪》，因为它影响了几代人。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、小学生都会唱这首歌，是因为它是一首很朗朗上口、旋律很美又很有意义的一首歌。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，成为中国的第一首公益歌曲的演唱者。接下来，我们请大家一起重温当年的经典《熊猫咪咪》。有请。那个时候有很多歌大家特别熟悉，但是突然之间是在哪一年开始转变曲风了？1988年。88年，对，信天游。我们这样看一下屏幕上面的照片。好的，好，来，哇哇，这是很清纯吧，学生装。对，海魂装，海军的。这是上海电视的封面。哇哦，1987年，87年封面照，好忧郁啊，好忧郁。哇，这是二胡，这是现在，现在的。当时您唱这个《信天游》的时候，有没有感受到大家质疑啊，或者吃惊的那种目光？这个有，但是这不是我考虑的。我作为一个音乐人，我永远不想到我现在去做这首歌会是大家什么反应。因为做音乐人一定要有一种比较创新，要勇敢尝试一种新的风格。是，但是有一点，你必须是200%的投入，把你的心都掏出来。是，接下来我们请现场所有年轻的朋友，我们来听一听当年这首经典当中的经典《信天游》。谢谢。下面这位，他和他的歌我们应该特别熟悉了。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陈红。有请。欢迎陈红。啊，真的是好久不见啊。您知道吗，您从后面一走出来，我真觉得我站上了春晚的舞台。对，没有
心啊，谢谢谢谢。因为您是春晚的这个专业户，嗯，常客。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。最近好像出来演唱的次数不是特别多。啊，大概有10年的时间就不太参加。是什么原因呢？应该叫前台的活动，我现在目前都一直在做幕后。哇哦，现在是成功转型了啊。哎，那说到自己演唱的这么多歌曲当中，是不是情有独钟的会是这一首刚刚我们听到的《常回家看看》呢？我觉得它很有意义，此时我觉得我已经不是站在这里啊给大家演唱仅仅是一首歌曲，是更多的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，是需要在这个时间，在这个时间段内，我来为大家去把这样的情感去表达出来。所以即使现在做幕后工作，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我去做，我也会选择在这个时间里为大家演唱一首歌。谢谢谢谢谢谢。